喂，美麗，今天帶你去看海啊！看什麼海咁巴閉啊？維港海濱啊？不是啊，是一個有海景的單位啊！看你都見識少噶啦，好似是喎。嚟啦，唔好講咁多啦，我哋快啲一起去看啦！哇 ，AliPay 對面真的好靚喎！邊個 AliPay 又不是 AliPay 啊？對面咧好似係科學園嚟嘅喎，呢個係邊度嚟㗎？冇錯，係啊，呢度就係馬鞍山嘅天宇海一個四房單位，好靚㗎。哦，佢裡面做咗啲咩風啊？誒，依家跟我一齊睇下啦。喂 ，AliPay 等埋。認真啲啦！由大門一入到嚟啊，呢度仲有一個大型嘅獅子櫃，仲連埋個吧台添啊！喂，係喎，其實我仲留意到咧，呢個獅子櫃後面咧，亦都用咗灰白色嘅磚咧嚟襯托呢個白色嘅獅子櫃，簡單得嚟咧都好有特色噶。房中间的位置都放了一张蓝色的双人床，配衬北欧风格的设计。隔篱咧都做了个到顶大衣柜，门柄咧亦都用了金色去做点缀噶。房咧仲有个露台添啊！哇，你终于叫啱我个名啦！哇，好靓啊！系啊，仲可以睇埋日落添。唔知道业主对今次装修觉得点咧？不如我哋一起听下佢点样讲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咁今日咧，我哋好开心可以邀请到呢一间屋嘅业主 Amber 为我哋讲解一下，同埋分享一下呢一间屋噶。是呢 Amber， 我想请问呢，为什么当初你们会选我们 ECHOUSE 装修配对平台的，还有你们透过什么途径来选我们 ECHOUSE 的呢？嗯，因为呢我是第一次装修，那也算是我人生第一次装修，那我当时其实挺茫然的，我就在网上去搜索，那当时呢就其实有很多家的平台，那有搜索到你们 ECHOUSE 啦，还有其他的平台啦，但是呢我记得我当天是很晚的时候才发送这个消息，但是你们很快就有员工回复了，那我觉得特别的好，就是很有责任心啊，也很主动啊，所以我就把这个信任托付给你们。那我觉得你们的整个的理念也很好啦，给了我三家公司选择，那我从中就是这个价格也可以对比，整个公司的服务也可以对比，所以最终选择了就是帮我做这家的公司。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？你当初叫设计公司喺呢间屋装修上面咧，有啲乜嘢要求呢？嗯，我其实没有什么非常特别的要求，因为我自己本身也不是很挑剔的性格。那我只是呢，觉得我希望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这种北欧风的感觉。嗯，那整个房间也可以看到，就是基本上大部分都用了白色。那公司也为我很好的做到了这一点。嗯，那另外呢，我还希望因为家里面有小朋友，嗯，家里面不要有太多的异味和甲醛，那这些味道啊还有这些不好的东西可以很快的散掉，那最终呈现的结果我觉得还是不错的，现在闻起来没有什么太多的味道。嗯，你对 ECHOUSE 为你配对这个装修公司呢满不满意呢？嗯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嗯，因为呢我本身就是在沟通方面有一点困难，我讲广东话真的讲得不是太好，那这家公司呢有专门为我找一个设计师，他可以讲很流利的普通话，那我们之间的沟通交流就很顺畅，可以比较深入的去谈一些关于这个房子的理念问题，所以我觉得还不错。听完业主的分享之后，如果你都想装修的话，都可以找我们 ECHOUSE 的。跟住落嚟，我们一起看下仔仔房啦。
第二间仔仔房啦，亦都做咗一个组合床，书台亦都延伸到窗台嘅位置。而呢个组合床咧，仲有大量嘅储物空间添啊！唔好瞓啊！唔系啊，我真系好眼瞓啊！但系咧，我真系好中意呢个书柜啊！冇错，系啊，业主喺呢个单位咧都做咗个书房喎。咁睇到海之余咧，小朋友又可以喺呢间房度学习，咁一定更加专心噶。我就最中意厨房嘅蓝色橱柜啦，系啊，我都好中意啊。另外咧，佢嘅墙身同埋地下咧都用咗云石去做嘅喎。喂，美丽，今日带你睇呢个单位靓唔靓先？梗系靓啦，我都系第一次睇有海嘅单位噶咋。如果大家想睇更多嘅装修案例咧，就记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啦。同埋我哋每个星期都会有唔同嘅装修案例噶，记得 like 同埋 share 埋啦。我哋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House 位于科学园，我哋成功配对咗超过2000个装修案例，欢迎准备装修嘅你透过上网或者电话向我哋提供基本嘅装修资料。Easy House 专员会因应客户嘅预算同埋装修风格，提供3间合适嘅设计公司同埋装修公司上门答车。我哋会为客户提供报价分析同见证签署装修合约。在工程期间 ，Easy House 专员亦都会定期上门视察装修进度，令客户可以更加了解单位入面嘅状况。所以快啲联络我哋 Easy House 啦！